仓鼠死了怎么处理？仓鼠死后的处理。仓鼠死后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进行火化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主人还可以考虑墓园中安葬自己的仓鼠，毕竟谁也舍不得陪伴了自己多年的仓鼠就这样永远离去。在仓鼠死后，主人也可以将他们的遗体埋在树下，这是最经济环保的方式，但可能会传播细菌病毒，因此如果要将仓鼠土葬，就需要将坑挖深一点，绝不可草率行事。对仓鼠感情深厚的主人，在爱宠离去后过分悲痛，此时可以将仓鼠制作成标本常伴身旁，但这种方法打破了入土为安的常规模式，容易被人接受，因为疾病死亡的仓鼠尸体中可能会含有较多细菌病毒，不方便火化的情况下可以捐赠给宠物医院进行处理。